然后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咱们第三款铺贴工艺，这个呢就是比较常见也比较经济的一种办法，这个薄贴法。它这个就是在原墙体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原基层原墙体，然后用专用的藻瓶砂浆，然后给它进行一层这个藻瓶处理。然后下一步呢就是这个防水层，就是涂一层防水的材料。然后很重要的一层就是这个薄贴，薄贴是采用 S1 柔性瓷砖胶进行，大概厚度在5到8毫米的薄贴，然后它是墙上先刷一层这个柔性胶，然后在板的背面再刷一层这个柔性胶，然后经过铺上之后的这个专业的那个藻瓶器的震动啊进行固定。欢迎大家莅临我们的展会来过来参观指导，谢谢。